即将带着新电影与大家见面的王珞丹，日前穿着性感吊带上衣，搭配超 A 长裤，现身北京某摄影棚拍摄写真。当天到达拍摄现场的王珞丹，穿透塑料膜站在巨大的木框之间准备拍摄。因为木框太重的关系，拍摄时还有个工作人员躲在其身后帮忙撑着。这般修不好就会穿帮的拍摄手法，后期大人可要认真工作哦，要不到时候被群嘲的可是咱王珞丹同学呢。单人画面拍摄完毕后，一梳着两个花包头，穿着身形跟王珞丹都差不多的妹子也站到镜头前，与王珞丹一起举着木框投入到拍摄中。就这样，众人一直忙到天黑后，一起拍摄的妹子才穿上外套，换好鞋子准备离去，而咱们的王珞丹则早早的就换上了自个儿最爱的白色外套，匆匆坐进车里回家休息去了。